脚泡着海水吃海鲜的感觉，在店里面吃没有在海边吃来的有。真的，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。我相信这一批单价可以每公斤多个5块钱，我觉得跑不掉。有没有很难种的？最难种的就是那个菠菜，菠菜比较多。没有想到菠菜是孤僻的蔬菜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